给我是场子，说我是，你明白吗？我谁也不知道。你说我是傻子，说，你说我是傻子，对，你说我是傻子，说，你说，我是傻子，说，说，门轮有奶糖吗？一会儿搂一锅啊，你一会儿有啊，咱把这个36.8块的俄罗斯的紫皮糖，兄弟们200单啊。二斤的，兄弟们，二斤装的，不是一斤的，这咱能吃到老铁家里年羹钱啊。嗯，是我们想要看健身教练，看教练，是我们想要看健身教练才要告诉文龙的，因为文龙他只喜欢你，所以说你不要误会他，明白了吗？我怎么也我明白，我跟你说一声，尤亮，尤丽啊，这是粉丝说的真心话啊，说尤丽啊，嗯。короче, мы это все мы подписчики хочу смотрят же спортзалы там учителя. Это не Вэнлон. Это не у него проблема. Ты не надо обижаться у него. 对，所以说你不要生气我，都是不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明白吗？说明白，说明白了，说明白了，老公，给我倒点水就行，我继续跟着你们去倒水。告诉，谢谢你，啊，回去，回去，告诉。我们只看优劣，看优劣的啊，咱老铁一人拍点糖果，36.8，拍一发两斤的老铁们，俄罗斯的紫皮糖啊，嘎嘎板。我们支持尤里啊，江苏文龙多久能到呢？江苏的花老铁3到4天拍了8单，感谢哥啊！紫皮糖老铁们拍一发2斤，俄罗斯老铁们非常出名的一款糖果啊。也不问龙一个多重啊，大概400克左右。我跟老铁咱直播间说一声啊，我教教你们，你们文龙那个你是中国哪儿的？我东北小伙，黑龙江的啊。你应该文龙领他去酒吧玩玩。对，现在老铁们夜店特别封闭，俄罗斯疫情，老铁们上哪玩啊？你看我都很少，老铁不像夏天领你们总出去玩去。我前天他妈刚逛完啊，我说你做点内容吧，就知道卖货。妈的，心你做内容也做啥呀？现在就卖货就完事儿了啊。36.8，拍一放2斤的俄罗斯紫皮糖，咱自己家大哥大姐们2斤的啊，能拍老铁就拍一单，这我就不介绍去了啊，谁能拍谁拍去。咱把这个混合糖老铁们啊，39.8毛钱，俄罗斯的混合糖。咱能拍着铁叶拍的一单，二斤装的混合糖，老铁们也非常合适啊。龙是真能骗尤里啊，嗯，完了我还在夜卡，金龙堡待了1年多啊，就和尤里一起豪播就行，别找千千教练了，我们就愿看尤里啊。好嘞，好嘞，好嘞，啊。过年了，文龙买点糖果真挺好，咱实话说，兄弟们，过年了，就咱家这个混合糖，老铁们，我给你们看一眼。我所有的糖果老铁不给你们摆一起了，我给你们看一眼咱家这个照片吧，来，我给你看一眼老铁咱家混合糖照片，里面是上百种的糖果，给你们挑选出老铁就这20款，兄弟看好了啊，咱直播间兄弟们，紫皮糖、士力架啊、巧克力糖、奶罐糖，兄弟们这里面这圈都是奶罐糖，咱家这个圈里面老铁都是奶罐糖啊。你看咱家这个糖果，兄弟们，你说咱家卖这个价39.8，拍一发2斤，里面给你放多少款？这都是好糖果，兄弟们，没有一个次糖的，看着吗？看，没有一个次糖。二斤的混合糖，兄弟，咱能吃到中国的年羹钱，都得拍点糖果的。现在老铁就是卖糖果的季节啊，就是糖果的季节。快手村里有娃正卖这款呢，生产线直播卖货，生产线直播卖货，啊。因为过年了，兄弟们全都是俄罗斯小糖果啊。我能7号去尤里家过年的，我打算明天他打算明天就走啊。我换班级秀去尤里，对，洗洗澡。洗漱澡。我存在这干嘛？还是说自己的尤里他们弄个别墅，有什么还得秀？来。还得叫。好了。那老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It must be Milne, it must be Funo. 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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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ta-ra-ta-ta, na vela chao, vela chao, vela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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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Just your style. 你起来，你起来，起来，对呀，对呀。我想喝咖啡。你想喝咖啡啊？啊，去抽去，去吧。嗯。我问你抽，你去，你去。我问你。尤林，你现在太懒了，你知道吗？尤林，你现在太懒了。你现在你知道懒是什么意思吗？怎么说懒？懒惰。你知道懒惰是什么意思吗？懒，还得理你呗。Или не ленивая, просто хочу, чтобы мужчина за мной поухаживал. 闭嘴吧，把你臭嘴闭上。完了，我拍了啊！火和糖，兄弟们，39.89元。拍一发两斤的，咱家自己家大哥大姐们，老铁们能上刺刀的老铁们，今天必须要干他一单。过年了，铁子们，逢年过节了，咱家老铁都得吃点糖果。金融危机，老铁那年我在一卡待了一年啊。你像咱家老铁们，很多自己家大哥大姐老铁上超市买糖果，好多得好几十块钱一斤。今天在文龙直播间，老铁们39.8元两斤的老铁们混合糖，你就看性价比高不高就完事儿啊，你就看合不合适就完事儿啊。两斤39.8元，完了我那个退货退款钱没给我发过来呢，别着急铁子们，七日之内肯定给你到账，你就放心就完事儿了啊。文龙跟优劣都有共同点，都爱睡觉啊。你看这粉丝说的对啊，没得病，阿金我怎么把票进那块，拼的来死病，死把拼的来死。是不是不是？上回文龙买的低价还有退货呢啊，怎么不给退钱呢？对呀、啊，买的低价老铁都给退呢，咱家不差事儿，兄弟们来。39.8元，老铁们拍一发两斤的混合糖，咱们在这时间之内，老铁们能上四刀，老铁们也拍点，走上干他吧，卖糖果去，出发，走，卖糖果去，怎么的了，优劣，怎么的了，去，怎么的了？我喜欢回家。啊？不喜欢回家？我不喜欢回家，回家我脑瓜疼，我老不喜欢回家，你们回家老他妈收拾我，他妈这体格让我天天别说吃。我不喜欢回家，我喜欢在外面。嗯。我不喜欢回家。Надо грязными руками тереть свои глаза。走。блядь。走。走，Юля，走。Так хорошо сижу。走，跟他玩。为什么еще и карнавал？嗯。39.8元，兄弟们混合糖呢，我让我钱汇了啊，今天刚收到混合糖，老铁老好吃了，感谢我一哥啊，咱家大哥大姐们，文龙再次强调一点，这个糖老铁们没有那么多说头，只有老铁们性情，为什么呢？上百种糖果老铁都只是四五十块钱一斤的，文龙今天给你们老铁们两斤的糖果，走，出发，今天必须去，必须出发，必须的，就要出发的是，出发的是，干什么？我在去啊，走的了，有点。我在去可能忘了。你去呢？你先打，有点。哎，小张，那速度呢？现在都是多少个度呢？那你再给，速度呢？现在我把七七刚过来，几个，六七，那么十个刚不消，不亏，六七现在刚。Вот замерзнешь что-то, нажимай нормально. Я там карнавал, лёд жарко. Алло. Стоп, ташка чуть. Нормально, оден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мне на машину. Стой, я ошибся. Парей ли, чуваки? Шарфа день. А? Бат на что, 穿上, 是吧? 行, окей, окей. 来, 你这么的, 有点。有点困了, 有点。赚钱不？赚钱你得买车呀，买奥迪，
干可贝根呢，英语，奥迪，奔迈，买车。不行，你不行，看兄弟们，这就是俄罗，兄弟们，这就是纯他妈典型俄罗斯人。你看兄弟们，就是赚钱，兄弟们就我老领他赚钱，他都不去。看明白他哪看明白了，兄弟们啊，看明白没，家人们，咱看明白他哪看明白。如果说走，我领你挣钱去，我不行，我要睡觉。看明白没，兄弟们，这就纯纯典型俄罗斯人。39.8块拍一放两斤的俄罗斯的混合糖，能上四刀的家人们必须干他一刀。我老领你上那哪儿？上那个。那哪儿上那个，所以说就是他们，咱们直播间粉丝有很多说龙，他们那个俄罗斯人怎么570啥的，你永远记住一点，兄弟们，570也好，老铁们什么也好，咱们中国人老铁们开他妈路虎，开他妈飞机，该挣钱也得知道挣钱啊，俄罗斯人老铁们。啊？哈去过飞吧，不用的，100一斤的，来有两。啊？там если могу мне покупайте и все好看吗不好看吗有点你可惜了那高高的比赛不好看有点不好看我能交作业了来咱家自己家大哥大姐嘛39.8块俄罗斯的混合糖拍一发两斤能上四刀老铁们必须拍一单我领你们去瞅一眼俄罗斯的超市挣钱去了，酱茶老铁多了不说了，糖果酸茶，行的话后面咱打也行。平时老铁文龙给你们老做内容，老铁做这做那的。酱茶老铁，我今天有突发灵感，咱就糖果酸茶了，行不行？咱家大哥们，龙老铁啥也不说了，我就到那超市老铁拿小板凳，我就往这一坐，你也别鸡巴管我这管我那的，你就直接就开卖了啊！39.8拍一发两斤，俄罗斯兄弟们啊，紫皮糖文龙说山东也有生产的，那他妈不是卖你9.9一斤的吗？我这36.8是从俄罗斯生产的，就是老铁们，华晨宝马跟他们进口宝马就这个区别，一个国产一个进口啊。有媳妇老铁们是好啊，意思是那还得合作是，哎呀。我不要健身教练了，五年级那的健身教练。行，兄弟们，这气质老铁们绝对不一样了啊！你看这有媳妇老铁们绝对看，哎，怕雷了。咋不来的练去了？怕雷了，兄弟们。啥也别说了，有媳妇儿的你们是好啊，明天幽灵一走。